慈善医疗机构大众医院设在务洛的老年病中医治疗中心今天正式开幕，为方便有行动障碍的病患前去看诊，医院上个月开始提供免费载送服务，至今已有十多人受惠。来看记者李赠仪的报道。坐落在务洛北的大众务洛老年病中医治疗中心，自四月开诊，至今已为12000个病人服务。为帮助行动不便的病患看诊，新的务洛分院提供专车，接送居住在东海岸一带的年长者到中心求诊。我们目前都有整四辆登门的那个，在各个区的做这个老人治疗中心，但是因为就是说，那边的就是只能医师在那边做治疗，但是呢，有些很多设备方面呢就是不够，所以就是有些像我们就转型了，有点就是说把那些在附近邻近的老人中心把它再送来这边，再然后再治疗过后再送回去。大众医院也成立了科研小组，推动中医师参与临床科研，指导科研的实际操作。卫生部长严金勇为中心主持开幕时强调了中医药科研的重要性。大众医院也从去年筹备建立的新的诊病系统，已从临床收集科研资料。我想借此机会鼓励更多的中医师和中医机构对本地中医药的科研继续做出贡献，并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大众医院将分析与老年疾病相关的病例，如风湿痹症、中风后遗症、糖尿病等，并找出最有效的治疗方式。根据大众医院统计，前来求诊的病患超过70%是51岁以上的年长者。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增仪报道。